最近新开几个餐厅都挺不错，下班看看吧。哎，这么巧，庄姐姐也坐这部电梯啊？谁上班不坐这个电梯啊？哦，说的对。张小姐，师傅，明天见啊。师傅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爱心便当，我第一次做饭啊，肯定很好吃，你试一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按电梯这种小事情我来就好。你好。 按电梯是我的工作，请问几层？407。我新学了一个按摩手法，真的非常舒服，我给你试试。易思成，跟我去趟天台。哦，好。哎，拿着。帮我拿下。好。庄园。 于思成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呀，我这是在讨好我的准女朋友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就算现在不是，未来一定会是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 之前确实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瞒你，但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不愿意。我知道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你生气也是非常应该的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啊！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重新追回你的。我也想通了，大不了。 大不了就跟那个老头一刀两断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话，你还是个小朋友，于思成，你以为这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吗？庄言，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能力证明给你看的，你相信我。随便你。